其实一路走来呢，我要很谢谢 Dr. Ben， 因为 Dr. Ben 呢帮我呢、啊、很多时候让我们企业里面、啊、少make一点企业的 mistake， 因为你 mistake 你就很辛苦了，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解决那种问题、啊、尤其是在公司的 DNA 里面。 DNA 是什么？你成立公司、啊、什么公司不要开了关掉，这个东西很重要。这样这一路走来呢、啊、我们都很注意这一点、啊、谢谢、啊、Dr. Ben。如果你呢觉得呢你已经来到一个瓶颈，来到一个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个新的平台，一个更大的平台，找一个对的导师，定一个对的方向，让你的企业注入新的思维、新的想法啊，让你的企业呢有一个新的爆发力。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蜕变之旅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怎样把你的思维从一个小慢慢变大，就好像一个比方讲一个 B2C business to company， 然后 company to holding company， 这个是我今天感受到一个改变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今天不能排除 money 在你的身上，因为你觉得它不见之后它不会再重生，所以你坐死不放。你要有钱你用力来换你的钱去，你要有力你用钱换回去，所以要把一个东西做成的话，一定要有人出钱有人出力，东西就会成。所以只要有人今天有了钱还要做到半死，因为他不舍得换力回来。在这个课程中点醒了我一样事情，就是今天我的年纪，因为我们是在做生意，第二代也进入开始进入公司，这个方面是应该考虑做 holding 的这个组织，来继续发展我第二代跟第三代的加入进我公司的比较健康的一种组织结构。这个就是我今天来到这边所吸收到的一些资讯。